难过了，今天老娘们怎么都不在家，我简直服了，让我在这看孩子，这熊玩意你蹦的什么，你给我回来，你别跑，你个熊孩子，你给我回来，你俺妈平常就这么揪你尾巴了，哎呀这也不好死活呀，我怎么看他妈一揪就不回来了，我怎么一揪他又跑了，拉倒吧，哎呀这个猫也没人给理了，今天老娘们都跑了，哎脑瓜嗡嗡的，这熊孩子你怎么又回来了，别给我跑远了啊熊孩子，你你越让他别跑远，他越搁这瞎蹦呢，哎气。